脚踏黑土地，头顶一片天，一撇一捺两个人活在天地间。人间有正道啊，岁月有更迁，不图英名留千古，只求无愧过百年。吃回头草，好钢宁舍也不完。那没人哟，那没有人哟，老五营剩下一口气儿，他也要钻了一马尖。我想问问我儿媳妇的事。你儿媳妇？嗯。谁是你儿媳妇？二奎媳妇，村上的小学教师。叫啥名？丁小满。啊啊啊！丁小满是吧？嗯。啊，我听说他教学教的不错。是吗？啊，那这次教育改革他要是没啥差错的话，那很有希望，那就成为国家正式教师啊。是吗？教学教得好，乡里都知道。我听说他是教得不错。那你们现在改革就是挑好的往家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那个意思呢？这个谁教得好谁就回家。这话哪能，今天这话说的不能吧。不是下来了。所以丁小满下来了。嗯。哦。让你们给赶下来了吗？那他是那个民办的吧？那是。啊。那个这次呢，教育体制改革啊，可能有些个民办教师呢被这个剪裁下来了啊。这个孔乡长，说实话啊，咱俩有仇，你对我有误会，怎么收拾我认，是吧？我儿子你收拾他我也认，关键我儿媳妇你也没放过，这是有点过，我觉得。老哥啊，嗯，坐着吧。事儿不能做太狠。关于咱俩之间呢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矛盾。没有吗？有啥矛盾呢？你说。我认为也没矛盾。你呢，做你的经理，我做我的乡长，咱俩是各行其事。而且我也帮过你忙，你说你那人手不够，我让二龟下去帮你吗？是不是？你对我不也是还是深深的表示感谢吗？你还说我这次帮了你大忙了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是不是？关于你儿媳妇丁小满呢，这次呢她在教育体制改革当中呢，她是被这个剪裁下来了，但我觉得这个正常。但是你那是待岗，不是下岗。但至于说你儿媳妇以后她能不能上岗了，这个呢还是事在人为啊。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吧？啊，冯乡长，哎，我还得感谢你啊。这个我儿媳妇你千万别让她再上岗。这为什么呢？原因啥呢？我那儿啊正缺管理人才，正好小满挺有文化。嗯，我慢慢让他学管理，正好跟二奎一起就接我班了。哦，我来也是为了感谢你来的。是，我还得谢你。哎呀，你不知不觉的老成全我。我能不帮你忙吗？
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遥遥多姿的季节？李哥，下句啥词来？我忘了。别唱了啊！借我一双慧眼吧。行了，你还是借我一双慧眼吧。咱们谈点正经事儿，啊。这个，经过这一段的试用，我觉得你不适合干这东西，啊。这是250块钱。这是你的返程路费，再加上你的劳务费，拿着吧。咋的，李哥，你不用我了？你不适合干这个东西。那我适合干点啥呀？你过去不是卖菜吗？你还让我回去卖菜呀？你可以在这方面发展发展啊。我想学点文化。行行出状元嘛，卖菜也可以有文化，蔬菜大王是吧？那我不要钱，别，我也没干啥活，我要钱干啥？别孩子啊，按劳取酬，听着没，孩子？你这样熟悉里不得劲了啊！快听话，孩子，快点，哎，拿着啊，拿着吧，哎，那东西拿着，哎，把衣服穿上，嗯。那我走了，李哥。别叫李哥，叫李叔，过去是开玩笑。哎，那我走了，李叔。哎，那什么，衣服穿上。不用了，一会儿我再穿吧。不是外边冷啊？冷，没事，一会儿楼下有车呢。啊，行。嗯，慢走啊，姑娘。哎，他走了呢。让我给辞了。别的，留着看看手下啥的。你就别磕碜我了。那个假请了吗？你找老婆，你自个儿请假去呗。难为我干啥呀？你给我请去吧啊！人我去了，老哥说必须你自个儿去请。他这是羞臊我呢。你怕羞臊你就别去。我去，老婆都没了，我还怕什么羞臊啊？这大老远就听你动着，搁这像羊叫呢。老太头不到，你二嫂也来了。哎，来，二嫂，快来。这个，你二嫂啊，唱的也非常好。啊啊！加入呢是就加入你们这个小剧团了。好，我二嫂通俗歌唱的可好听了。这回咱就全了，这回全了。坐一坐，啊，坐吧，没事。经理呀，嗯。我给你提个建议呗，说吧，让我的宅叔编一段骂冯营长不是人的小快板，到时候我演。别那么说话，好不好？这不找挨仇似的吗？听明白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所有编出的节目，最后由我审查。嗯，说能排了，完你们再排。行，咱不能烂演啊！放心吧，先放心吧。你们赶紧练啊！咱练着。是的，辛苦。你们会斧子吗？会。啊，好，有咱们的这来，先从哪儿都能跑啊！预备，好练啊！欢迎你啊！这个事儿啊，我是那么考虑的。你看这个刘老根儿、刘二奎，啊，一个呢是在村里边主掌的大权，一个呢是在企业里主掌大权。你这样一来的话，这整个龙泉沟村这政治、啊经济大权呢，这全掌握在他爷俩的手里了。我觉得这个不好。你这是长期下来的话，啊，我怕呢，促使他们爷俩呢产生一种这个，在当地呀、啊、有一种霸气，
是吧？我觉得呢，这也更不利于咱们，农村呐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。另外，王书记，你说我是趁你呢到县里开会之机，啊，你说我跟你打了一个时间差，你这个说法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啊，我在这里执行的每一件事儿，这也都是经过乡班子成员我们呢在一起开会决定的，是吧？嗯，行，就算那个刘二奎这个事儿，我不提出什么异议了。嗯，但刘二奎媳妇小学教师也给拿下去了。哎呀，你吃粥汤不吐这个胡茬子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，小宝？还过啥呀，王书记？这是教育改革的需要啊，那不过呀，那多正常啊。需要教育改革，需要全乡那么多设班教师，就需要拿掉他自己呀、啊？那不行，咱就再拿下两个呗，那咱就定呗，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哎，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我呢，谁说马上要退了？人也老了，但是我还不至于老得那么糊涂吧？是不是？王书记，要我说呀，你像这小事儿啊，你就别管了，你操那心干啥呀？啊，马上也快退下来了，退完了你也不还得在这生活吗？我不得照顾你吗？是不是？我说的话呀，你就是多享几年清福算了。听你的，不过我有个要求。你说，刘老根那个企业，不管怎么说，应该算是咱们两个大班子期间共同扶持起来的成果。啊，那倒是。啊，嗯，我希望你呢，往后多多关照他。就算我代替他，向你讨个面子，好不好？啊哈。好使呀，你看我咋还坐这儿呢？来，王书记，来来，你来来，这哎，你让丁香请假，有啥事儿啊？这回那辣椒不是跟我生点嫌弃回家了吗？嗯，我寻思让他帮我把他找回来，另外这山庄他也得上班啊。这多忙啊，后厨啊！用啥走的呀？啊，邪风呗。是他犯邪风，是你犯邪风？我犯啥邪风了？你说点实话。说什么实话？我听说，你俩在屋里让人给堵那儿呢。啥堵着了？啊，人家我正在那个辅导我那个助手呢，完了他一进来，他一看他就受不了了，拿着汤汤汤，他就来劲了，完了出邪风。我听说你给人家看上首相了，你说你不交业务，你大白天的俩人搁屋里头，你看啥首相啊？嗯，刚开始交业务来，一直讲药膳。完了，后来这就是，他说的。他说你说不行的话，你不看看手相，看我命运怎么样？我就这么的，正赶上完他就进来了。你说你这一天戴个眼镜，你咋能干出这事儿来呢？啊？你老号称自己是文化人，你说你这事弄多不好啊？你就别说，你给我留点面子。要么那你让丁香去一趟吧，就说我说的，跟大辣椒好好说说，说我让他回来，咱山庄需要他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他肯定回来。嗯，你在他心目中位置老重要了。
你呀、啊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别了，别整用不着的了，行不行？以后是，哥说句心里话，这屋也没外人，我跟辣椒这么多年了，我可能是也有点儿，完了，我一见着他，我就有点冲动上，是，从今以后我就断了这根脉了。哎，你这说的是实话，是，知道吗？就跟媳妇儿好，啊，嗯，好，谢谢你经理啊，谢啥？以后注意啊。哎，太谢，那我走了，谢谢，嗯，那赶紧回来啊。好好好。哎呀，看什么样？你说这玩意儿，还不急老子。把这腰给过去啊！哎，对，还有你这个，你俩这个造型，你再蹲一点啊！完，注意点，一个横排拉直了啊！咱们再从头来一遍，一二三，走。小满唱着啊，嗯，哎呀，你学的行，哎呀，那你唱吧，我给他看一会儿，让我听挺热闹。哎呀，爸啊，你回家呗，咋的？别在这看了呗，我看一会儿热，凑合热闹。在这看我二嫂家不好看。哦啊啊，嗯，你们练吧，抓紧时间练。哎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好好，拜拜姐。爸，你先回家啊。哎好，哎呀，我想看看热闹还不让。你影响我们排练。啊，行行行。小满唱挺好的，真不错，唱的。我爸走了。哎呀妈呀，你太厉害了，连你爸就敢点。啥样啊？我爸在这，我二嫂不抹不开吗？先生，请上楼。小叶呀，哎，山庄那边忙不过来了，你快去吧。哎，好，这边我帮你盯着。你好，住宿吗？有房间吗？请您稍等，我帮您看一下。高间和套房都没有了，标准间有。标准间都多少钱？180一宿，住吗？住。好，押金一共是1000，请您先出示一下身份证。没什么，正好。这是您的收据，请收好。这边上楼。哎，谁呀？谁呀？我告诉你，屋里不少人的啊，别进来啊！谁？说话谁？谁呀？喊啥呀？把媳妇给你送回来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媳妇儿，冷不冷啊？我的妈，这炕这么凉，能睡吗？没烧炕。我的妈呀！
真是的，真是把媳妇给你捎回来，不仅礼情不道谢，把我撂这儿了。谢谢啊！拉倒。哎呀，瞎子，我都后老悔了，我从这些天也惦着你呀，我都崩溃了，我。起来！啥关系？两口子。有结婚证没有？有。拿我看。哎，没带。没带？算算票账，啊？你看咋处理？我没谎报军情吗？是不是？啊？赶快！起来，走，那屋还有呢，啊！穿上衣服，赶紧走，走，快点啊！绿色的啊，上那屋看看，走，走，出，快点！绿色的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赶人窝子里去是？快走！快！哎，你有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？撒手！干啥？这是？光你不撒手，别我跟电棍出溜你啊！哎，你好，哪里？啊，扫黄打非办公室。哎呀呀，你好啊啊！龙泉山庄的事儿啊，你说、啊，你说那个一男一女啊，两男两女，对，啊，他们都是两口子。哦，那就不是卖淫嫖娼了吧？哦，那你处理意见是怎么个处理意见？你待会儿我记一下啊。啊，你说，啊，那我顺便问一下啊，我问一下，就是那个龙泉山庄呢，他们呢是不管有没有结婚证书，这一男一女他给开房，这个算不算违反治安条例？算吧，啊。那么得怎么处理呢？对我们的意见，那是对我也跟你说一说，这我们的意见呢，那也是一定要严肃处理啊。对呀，你这事你不处理的话，那他们不越闹越大吗？对我们乡里也不好。对，那好，那咱就双管齐下。哎，我呢让我们这个派出所也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好，哎，好，再见。哎，走，你回家。你不走，他们能走吗？回家。我这坐着真冷。都回家。爸，走。爸，你先回去。走。走吧，回家洗我。
呢？这干啥呢？刚东西都没拿出来。不是，你说他上干啥吃的呢？来了啥也没说，整俩嘴到那就给粘上了。听他干啥呀？那就他们贴那张纸真的好使啊，咱就不行开业了。你俩也不懂，那是封条，那没看那都有印吗？你那天住席可怎么给开的啊？那男女住在一块没带结婚证，你怎么能往开堆蹬着你啊？他们来的时候是男女各开的一间房，谁知道他们能偷着混住啊？你楼层没服务员吗？啊，值夜班干嘛的？都瞎呀？凭什么往一块堆跑？你别说了，你收拾收拾吧，你别解雇了，回家吧你。干点啥咋就这么难呢？说为啥给封了？为啥？熊人呗。那玩意儿能粘住了吗？一薅不就开了吗？你们这帮老爷们咋这么窝囊呢？啊，就让他们随便贴，就没人管？真是的。他老了个分。各部门照常营业，出事我兜着。死！哎，滚！哎，兜着！哎，是。你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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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对他无私奉献，你这是帮他吗？你不害他呢吗？他对我无私奉献了。李经理，你千万要冷静一点啊！这饭不是我盯着，你盯啥？天塌下来，你我顶着。你都让人带走了，你还盯啥？带什么走？带走，带我去死！你别凶人了，万二兄弟跟秦皇，你放手，把那药膳法也给我封了，我不要。李经理，李经理，不，药膳法。别给我疯了，李哥，不行，太他妈欺负人了！你太欺负人！行行，冯哥呀，冯哥，你说刘老根胆多大？他们把封条全都撕了，把封条全撕了，全撕了。你说这没把咱们当回事啊？是吗？啊，好，好啥好啊？都撕了还好呢？那就妥了。喂，李局长啊，我一直确信他们是正当营业，不可能乱来呀。是，像这种情况，顶多是在管理上出现一点漏洞吧。啊，对，您是那个，胡岩是吧？哎，对对，我是那个冯源，那个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啊。那谁呀、啊？那个刘老根他们呢？不但是对咱们没在乎，还把封条全给撕了。对，要不你说这事，这回你帮人得帮到底了啊？行行行行，一会儿我过去，我过去完了安排安排，好不好？那个那样啊，你呢在这个海鲜楼啊，你先给我订个大包，好不好？哎，得得得，哎，一会儿我过去啊。哎，一会儿见。哎，好，妥，妥了啊啊！我就不相信，我就收拾不了你。哎，拿着，这给我的，给你，那我就爱财了啊！我一会儿过去啊。嗯，我到城里边呢，你哥他们安排安排。嗯啊，家里边呢，注点意。你放心，千万不要有啥差错。没事，好不好？家里有我的啊，你给我哥带好啊。行行行行，我走了啊。那非得以违反治安条例去论处吗？对呀、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好，再见。我说的，我那个跟你请个假，这两天心脏不好，我去我进城看看去。小鹏。龙泉山庄那边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出事了？出啥事了？
都查封停业了，你不知道？查封停业了？那我不知道，我一点不知道。因为啥呀？我也是刚听说。哎，你能不能晚进城一天，咱俩到那去看看？行是行，但我最好别去了。怎的呢？这个刘老根儿啊，跟我一直有点误会。我呀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我回避一下子，你处理吧。哎，这龙泉山庄办起来不容易呀，啊，那停业，那刘老根儿那就完了。好好帮整整啊。谁是一把手？啊，里边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来告你派出所的胡公安。胡公安怎么了？他雇我到龙泉山庄住去，不让带结婚证。你等会儿。你坐那，别着急，慢慢说，从头说啊。前几天吧，他找我，叫我跟我媳妇儿再找个哥们儿，也带着媳妇儿到龙泉山庄住去。哎，我就撕了，他能怎么地吧？他还能像上回似的把我抓起来？大哥呀、啊，这些年呢，我头一次看你干一件英雄事儿。那男人嘛，是不是得干点血气方刚的事儿？怎么的？人生能有几回搏呀？那天晚上这被抓走那两个男两个女，就是你们呢？啊，对对对。抓走以后怎么办？抓完就放，叫我们别害怕。完事后啊，给我们500块钱。今天我来找他要钱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这事你找我就是找对了。咱们一定要管到底，好。哎，李所长吗？你马上过来一下。你贴我就撕，我就不信你这臭白我啥呢？还贴你就撕？你能大过法律吗？啊！一顿法盲，你这不给我惹娄子吗？这不？但是他们也不像话呀，他们谁不像话呀？人家是执法部门，天上就是法律。你喊啥呀？能不能小点声啊？你也是。人李哥不是为你好吗？这家伙点点火就交友，你能跟他压点事儿不？再说一个老纸条子，还撕就撕了，还急啥呀？你明白啥？什么玩意儿纸条子？怎么的？我他妈说服你呗。老根儿，对不起啊，你说我没弄好，山庄弄成这样，你说。老根儿啊、嗯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这是咱们管理上出现的漏洞，不能全怪你。哎、不怪我，怪谁呀？李丹这个孩子也实在不争气。没事，既然你领回来了，没关系的。丹丹呐，向你老根叔认个错。老根叔，我错了。以后注意点就行了。老根儿啊。嗯。你记不记得在城里的时候，我曾经向你提起过，我有一个学企业管理的女儿，就是她。啊？啊？那是谁呀？李丹是你女儿？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你是这事儿弄的，哎呀妈！真的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对不起了，孩子啊，我叔有时脾气不好。那根叔，本来就是我的错。我脾气不好。老根儿啊、嗯，他做错了事，不应该处罚他呀。同仁，你早就应该告诉我。老根儿，我之所以把李丹的身份一直瞒着你，就是怕你把他给宠坏了。董事长，你啥也别说了。说你这人做事儿真是很了不起。你看你，
走走进屋吧，哎、上去吧。哎，来，好，到这办公室坐。走，孩子。走，走吧。跟俺家要啥孙子？你快去吧。说两句气话就说两句气话。大哥，你看看就这个人，谁对他好，他跟谁瞪眼珠子。他不知道好赖，啥狗不是臭？什么玩意儿？这叫瞎子！哎呀，告诉你俩个特大新闻。咋的？韩董事长吧，把那李丹给送回来了。嗯。你们俩猜猜李丹是谁呀？谁呀？就是韩董事长的亲生女儿。啊？啥？刚听说的。老根儿啊，嗯，这次我来有个重要决定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准备到国外去定居了。出国？啊，不回来了？不想回来了。董事长这个职务你来担任吧。我哪行呢？我可不行。现在呢，我国内还有200万，我想留给你作为咱们企业今后发展的储备资金，还有我那宝贝女儿，我想托付给你了。董事长，你千万别这么信任我，我有时候连自己我都信任不了自己了，就没啥大把握。老根儿啊，其实我这人的脾气你还没有全部了解，只要我认准了你，我做出的决定我是从来不后悔，哪怕你将来全都赔光了，我也不会让你负一分钱的责任。董事长，我就这么信任你。我什么也不能说了，反正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大能力。另外呢，这个山庄不能来定下来了。哎，来来，你过来。哎，干啥去？你有事没？有事没事咋的？有事说事吧，你开门走干啥呀？我来的不是时候，走还不行啊？殿下，我跟老哥俩正在研究工作。啥就说了，董事长。老哥在城里待了一年，跟你俩处到什么份上，我今天才明白。你误会了。要是让老哥在咱俩中间选，他肯定得选你，因为你比我好。你给整哪去？你胡说八道干啥？你回来！乱七八糟，你说啥玩意儿呢？哎呀，你干啥呀？是我乱七八糟，是你不走正道啊。啊，你说你挺大老爷们拽着人家手哭哭啼啼，你干啥呢？啊，你背着我跟他俩摸摸搜搜的，等他一走你就跟我嘚瑟。前天他上我家钻我被窝去了，让我给他捞出去了。你说你啊，一堆忙活里阿寡妇，你多不要脸。你那老脸哪儿去了你？你想干啥？哎，对了，哎呀，老哥，你别这样，你们胡说八道的！你们俩，你啥意思？哎呀，谁？谁？老谁？哎，老哥，你干啥去了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，住下！松手！住！老哥，臭不要脸！臭不要脸！老哥，住下！要怎么着？干什么？快点！哎呦，老哥，在屋里耍流氓。这怎么这样的？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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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家要出国定居，完事儿呢，把什么事都交咱了。我正跟他唠这事儿，慢点说。这屋里就胡说八道，你说这还有整吗？你说，哎呀，别生气了，快啊，你坐下歇会儿，快坐，你快坐。咱俩结束了，咱俩。行，爸，别生气了，爸。你说你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们怎么办呢？还全指着你呀？啊，你小气的你。爸呀，你这是啥把我老爷气那样啊？这些年他哪对不起你啊，拿他不当人。你干啥呀二嫂？你咋这么跟爸说话呢？你知道咋
正八拉呀你！我正八这样咋的？看他把我老姨打的，脑瓜打好一个，他不看他把爸气啥样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你说你们俩吵吵什么呀？这都是有文化的人，这怎么这么不雅事呢？这真是！韩德生长一来他就变样，哪行这个呀？你们不需要搁着呢？别吵吵！出个舞。